我期待能亲眼看到那片林地的美景。翡翠花园是个美丽又宁静的地方，记得到繁叶七地找我们。绿龙军团在守护的是什么领域？大自然吗？我们还负责守护和培育翡翠梦境，以及其中成长的一切。真奇怪，这个守卫还来不及苏醒，就被杀死了。有时候，这的确是个沉重的负担。不过，我们一天天逐渐变强，而且我们并不孤单。跟我聊聊你的梦境，愿你心灵平静，祝你有个好梦。我的孩子盖瑞瑟斯正在进行一项内容极为敏感的魔法研究，莱梅克，你能协助他吗？我很乐意。在树下可以找到我们的泪滴，看起来像水晶一样，一眼就能分辨出来。你们的泪滴会吸收你们绿龙的能量？没错，我认为要是能控制这股能量，就能用其中的魔法呼唤伊泽拉。不过这目前还处于理论阶段。我想知道细节。要伊瑟拉一离开死亡际遇，我认为这些能量就会成为某种锚点，能够帮助他留在翡翠梦境。朋友，梦旅者过世了，你要怎样让他返回梦境？这个我还没想到，不过我一定会找到办法。泰兰达和马法里恩也正在仔细探索亚登旷野，试图找到解决办法。又见面了，我想你们的交流应该会有不少启发。母亲，我刚刚正在跟莱梅克解说我的推论。祝你好。我今天学到了不少东西。对了，在水另一边的是什么？那是远古枝干通往翡翠梦境的通道。这个理论应该行得通，不过它必须付出重大牺牲才能完成。我还没找到解决的方法。儿子，做得好。要是有必要的话，我们已经准备好承担后果。我怎么醒过来了？我知道你痛失爱子，即使如此，你依然尽忠职守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我的儿子十分勇敢，他也一定不想看到我带呼职守，所以我坚守职责。朋友，有没有我能帮忙的事？事情都还顺利吗？收获良多，而且索姆尼克斯大人十分慷慨，同意让我造访梦境之门。真的？好吧，我以为……
勇士。在梦境里面，而且盖瑞瑟斯他骗了我，放他进去的是我。我发过誓一定会善尽守护职责，如今却无法信守誓言。跟我来，我有事情要告诉你们两个。这颗种子，它很重要。无数宝贵的灵魂把他们的命运和希望托付给我们。放在这里，真的安全吗？来吧。这里有伊路恩的庇护，能够隐藏这颗种子，远离恶人的魔掌。但是总有一天，他必须离开梦境的摇篮，在我们的世界扎根。到那时候，就轮到我们来保护他。我亲爱的卡多雷，你们的苦难，你们的付出，都绝对不会白费，这是我的承诺。亲爱的，怎么了？只是感觉这一次会不一样。你要离开了，祝你有个好梦。还有一丝丝的希望。进入翡翠梦境的方法不止一种，从生者的世界进入不可行的话，还有死者的世界。你是说盖瑞瑟斯的理论吗？可行吗？真的能带回伊瑟拉然后消灭他们吗？是的，但是得付出巨大的代价，必须有人代替他在雅登旷野的位置。既然如此，应该由我来告诉伊瑟拉，或许我还能在死亡界域与我儿子为伴。我会留在这里，索姆尼克斯，当你见到我母亲的时候，告诉她我们会做好准备等她回来。去找伊瑟拉，面对接下来的事情。如果有人取代我跟这里连接在一起的话，那我就可以返回翡翠梦境，
从另一个位面保护那片花园。但是老朋友啊，你不能代替我留下来，你必须再等等，之后你就能跟你儿子重逢了。循环不能中断，鼓起勇气，不要失去希望。伊斯拉，你的龙群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。不管重返艾泽拉斯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，说吧。泰兰达，告诉我们。是我，我必须要留下来。什么？伊瑟拉应该不会开口要求我，但他也了解状况。不行，我们会找到其他办法的。他在维尔萨拉为了救我而赔上性命，但他的大限还没到，而现在平衡有机会恢复了。那我也会留下来。山地斯还有其他人。泰兰达，要是一切跟我们希望的一样，卡多雷会需要你。马法里恩，我好累。不要这样要求我，我们已经承担了这么多事情。我的爱人，你一直都是我们人民的力量，他们会跟随你一起前进，你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。然后直到我们再次相聚，我会期待那一晚，到时候我们就能真正的休息。我必须保护大自然，大自然与你同。索姆尼克斯，麻烦你先回去花园通知我女儿，只要我们一抵达梦境，就会帮忙其他人开启传送门。我会等你回来，然后莱梅克也得付出代价。梦境之子，你已经和这片土地连结在一起。女王，翡翠梦境跟远古领地正遭受敌人攻击，我必须马上回去保护他们。马法里恩·怒风会代替我留在这里，延续您当时为了救我而建立的连结。您同意让我来延续连结吗？我在此见证你的誓言。荒野的祝福与你同行。我既属于梦境，也属于无月的长夜，同心协力必能克服万难。愿黑夜笼罩。退开一点，朋友，我想现在是展翅高飞的时候了。循环恢复了，死亡与生命再度回归和谐。设置锚点，我会在翡翠梦境找出你的所在位置。不太对劲，我跟梦境之间的连结似乎有所变化。来，那条路通往远古之干，我们来解除对方对领地的控制吧。
亲。有点不太一样，你被死亡帮助过了。走吧，我们要尽快赶往卢恩丹，那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也是敌人的葬身之地。莱梅克必须付出代价，他休想抵达世界树。飞快一点，我的鳞片开始结冻了。欢迎。莱梅克和世界树之间的唯一阻碍，就是卢丹恩的古老防御机制。那股力量会毁灭它，唯有梦女者能完整释放出力量。所以我们必须立刻送你过去。糟了，看来我没办法跟之前一样连接梦境了，一定有某个人取代了我。就在前面，战争已经开打了。我看到索姆尼克斯在桥上，他受伤了，我们得赶快去帮忙。朋友，我现在送你下去，你在地面战斗，我们会帮你排除天空的威胁。你最近那么……挡住他们，力量就快要是我的了。想都别想，我们还有机会阻止他。你来不及阻止我的，来呀！老友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再次展开双翼吧。红方化身会吞噬你们的梦境。与其治疗他，同时让莱梅克衰落吧。泰坦创造的生物没资格拥有力量，我需要他一点点。事情结束，现在该想办法治愈梦境了。跟我聊聊你的梦境。麦林瑟拉，现在时候到了，走出我庇护你的双翼，换你展开翅膀。过去都是你扛起这个责任，我还没准备好。面对这种时刻，大多数人都没办法准备好。女儿，去吧。有什么事情吗？你要离开了。你好，勇士。时间会流逝，但母亲，只要你开口，我随时都可以将这个身份交还给你。这不属于我了，我也不想拿回来。
你成长茁壮，足以继承领袖的责任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现在绿龙军团由你号令，有朝一日等我们取回完整的力量，你也会成为守护巨龙。好，我接受。但是我很希望能再次与你一起翱翔天际。那我们就一起飞翔吧。跟我聊聊你的梦境，祝你有个好梦。没想到还能看见他在花园上空飞翔，我还以为我的死期已经到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有很多事情能够期待。没错，没错。未知查阅记录日志，编号34-1352。我正在准备投射故障前戏的影像，冒险者，请稍等。你们来找我的原因是什么？白人，祝你一路平安。投射完毕，我受到严重损坏，需要立即修复。结构完整性修复完成，冒险者，谢谢你。要信任秩序。再会，冒险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祝你平安，冒险者，欢迎回来，永不懈怠。